What's up, guys？ 现在是早上的8:45了。今天呢，我只剩下一个学生要教，然后所以就想说，今天想要来应景端午节包个粽子。我自己从来没有包过粽子，只有小时候看过阿嬷在家里包粽子这样子而已。今天我有上网找到一个食谱，要来包包看，希望会成功。但是粽子感觉很难包，所以我们到时候看看包出来的粽子会长怎么样。然后现在离我下一个学生还有一点时间，所以我现在要赶快去做一些准备的动作了。给大家看一下，礼拜六我去了一趟亚洲超市，我有买到香粽叶，然后我也有买到这个长春糯米。我不知道糯米要买怎么样的，所以我就拿他那边还有剩下的，所以希望这个是对的糯米。然后我现在呢，想要先把香粽叶跟糯米都先泡水，然后待会就会比较好继续剩下的工作。给大家看一下，现在中午已经快到12:00了，我糯米已经泡了一个早上，然后香菇早上趁空档也赶快泡了，粽叶也洗好了，现在我打算先吃个午餐。
现在备料完成了，我要先把猪肉跟香菇下去爆香之后捞起来，然后再爆香这个红葱头。好了之后呢，全部放进去，然后一起卤。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糯米跟卤肉都已经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放凉，它就可以包粽子了。好，我们现在那个材料啊，已经都差不多凉了，所以我现在要来试试看包我的第一个粽子。我刚刚有在上网稍微再看了一下怎么包，这是我第一次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会长得怎么样。
欸，太小的好像没有办法包，所以我要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然后厚一点的。那它是先这边对折之后，看看到对折之后，然后呢你折三分之二这样凹过去，然后它就变成一个杯型，再讲的话这边这样变成一个杯型，然后你就可以先把刚刚已经先炒过的糯米先铺在底部，然后你就可以放你的肉啊跟你的香菇，放一块肉，还有一个香菇，然后呢你再把糯米盖上去。这次盖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边边也盖着，这样子你才不会饭太少。等一下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尽量把它压紧。好了之后呢，你就是这一个部分，你就把它往上折。我觉得我好像放太多了，等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哦，把它往上折，盖住之后呢，你多的这边就折它，你看哦，这样边边就这样把它折起来。这边就这样子折，然后往下凹。我刚刚已经剪了棉线了，你棉线、啊、会不会爆开啊？等一下，等一下，失败啊，失败！等一下，叶子破掉了啦！哎呀，怎么办？我现在手忙脚乱。好，这样子之后呢，拿一条棉线，先晾，这样留一段，然后开始绑。很紧，好，这样子，再绑一圈好了，这样子，然后呢，我自己会在这边打个蝴蝶结，好，打个结，很紧，绑紧的，不然到时候你煮的时候松开。我们等一下煮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到底糯米会不会掉出来。我好笨手笨脚，好。这样子有像这样子吧、欸、要煮出来才知道好不好，这是好小一颗。好，我们继续包，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颗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点。这个比较大一点，好像可以包的比较好。这是我大今年给大家看，就是你这样子嘛，然后你从中间最大的这边这样凹下去，然后你找三分之一这边这样子凹过去，然后你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变这样，然后你这边就可以包了，这样子。这个绑得好丑哦！哎呦，跑出来！我才刚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得心应手，结果你们看，我包的这个是什么啦？你们看，露出来！我等一下再来处理这个，各位观众，最后一颗。给你们看我现在变得有多熟练，每次说这个就会老了。好了，最后一颗粽子完成了，最后一颗粽子完成了，来数看我们总共一共有几颗，一二。27颗，嘿，给你们看，我觉得荣获本次最好笑的粽子。为什么有两个结呢？因为下面合不起来，所以我要用另外一条绳子把它绑起来，这样它才有办法合起来。粽子做完了，等一下保罗回来之后会是我们的晚餐时间，我就要把一些粽子拿去煮，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然后到时候再跟大家说好不好吃。粽子煮好了，我刚刚已经用热水滚了大概40分钟。那我们现在来吃吃看，我吃的这个里面有包了五花肉跟香菇，然后保罗这两个是只有五花肉的，一下看他觉得吃起来味道如何，先帮他剪开。
Does it look? Oh my gosh. Should we just eat it? Just put it. Yeah, you can just eat it. No, you can just use chopsticks to eat it. 大家看，很完美耶！来来。No, you can use chopsticks. It's real hot. Use chopsticks. It's so good. Really? You like it? 大家看。我把它剖一半。Ooh. It's really goo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It's a cat. Mm. Oh yeah. 超好吃，不是要自夸，但真的超好吃，很好吃。包了粽子才知道，阿嬷以前包粽子多辛苦 ，right？ 对。我们要继续吃我们的粽子，可以说粽子。粽子。那是粽子。So good。忘记买那个甜辣酱了，不然会完美。嗯，大家，我们刚刚已经去散完步，遛完 Harper， 然后现在呢，准备要去洗个澡，然后想要早点休息了。包完粽子，真的有自己体验过，才发现包粽子是一件好累的事情哦。今天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拜拜。